就这一包嘛啊，是不是？就这一包嘛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爸爸妈妈从中秋节回来就一直没闲着啊，他们把那个地弄了，然后又去街上买了一点那个萝卜种，然后种到地里面，我这时候跟他拿过去。你那么那个出去在玩嘛？哎，我看你把被子弄病了嘛。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你个手咋还没恢复完？你又在那吗？你发到教师节的老师都。你喊我们噻，你用那个先喊龙哥龙，龙哥，你晓不晓得那个手用几大万呀？要好医生。弄不了，我还。过来。你闲不到一下？哎，你要想到你那点菜卖得到几万块钱哇？我点点菜嘛，好天我回来了，好吃嘛，回来嘛。你喊我们来弄嘛，是吧？你把那些打出来，我们好像好走，打好。你那个手还没有养好，适当的做一点点那个好泡泡，你说能直接就可以了嘛？你还拿个锄头来了挖嘞，你还想不想啥子啊？再发水发个发个的漏泡。漏泡嘛，你这个手现在也只能那样子嘛。要记好呀，那个医生千叮咛万嘱咐，少斤动过一百天。我动不动我都直接丢种嘛了，可以吧？我丢的你那些轻一点的嘛，像挖那些。我丢萝卜种。你还打大的那个锄头的，我觉得现在没得好那个。没得好，我也要高楼。哎，只要不好高楼，什么什么。没动，我都只今天挖个锄头，今天。我都看到发起的漏泡都没那个，本来挖。我都是今天挖掉，挖早上了的。啊，你看老汉子在说你，不是我说你。啥子东西？啊，那么要不得哇？歪腿了嘛？哎，歪腿。我也感觉打一万。算了，哎呀，你快点帮他摘过来，还是我来？啊，还是我来。哦，我怕打得快点会儿。那个。打那个我不是我的强项啊，把我手打歪了，我去摘菜，他来打啊。好，这个帮他挖摘菜。妈，这个有没有啥子讲究嘛？这个这个帮你要称斤，称斤呀？哎，称斤啊。这是妈妈在街上买的那个发菜啊。妈妈想的还是比较周到啊。现在在县城里面带小孩，县城里面的菜又比较贵，他说周末回来，我们自己种的菜周末可以回来可以带一点上去嘛啊，自己种的菜不大油，我说、哦、这个也健康，又没有打农药的啊，又比较健康，这绿色蔬菜。这边有青菜、白菜、发菜啊，然后又弄那边去了。我们个彩燕子厂的，虽然小，但是菜品比较齐全啊。呀，哦呀，好小心，不小心。哎，打我！你打你！我的天，被搞砸歪了！真的打我呀！好好耍嘛，跟姐姐。菜点好了啊，我们收拾收拾又要回县城了，甜甜的假期也完了，又要过两个星期才回来了啊。在农村，在妈妈呢？在农村的生活是很惬意啊，但是为了小孩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这妈妈呢嘛，也打起很拼嘛。我也到。